朝鲜舞的女子舞蹈主要是什么呢？是克制，她的克制，所以她的呼吸，你看她的胸，看是这样的。而且朝鲜舞的呼吸呢，不是直立式的，是往后兜的，是圆的。看从这儿，兜，看，是圆的上去，空，是这样呼吸。对了，就是你们不能这样呼吸，看，不能这样跳，看。还没有到后背，这就是呼吸啊。OK， 那我现在往下说啊。第一个呼吸造型摆好以后，这个转身立住，看脚跟往下踩。这个脚跟往下踩呢，这个呼吸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呼吸我没有用，就是我们中国的朝鲜舞的呼吸，我用的是韩国舞的呼吸方式。韩国舞的呼吸方式主要是靠脚跟，你看它是靠脚跟往上推的，懂吗？靠脚跟往上推到，对，脚跟往下踩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脚要勾脚，勾脚到了以后看，是不是到完了以后看蹲，完了以后看脚跟往上踩，踩的时候身体不要起来，脚只要往下踩，它就有一个反的作用力，把手起来，懂吗？然，哒哒上，你看把手起来就行，千万遍，然，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，千万别这样，懂不懂？就是要一、三、哒，对，完了以后看我这个头啊，这个头的走下一个路线之前是头先给的，看，头先给的，懂了吗？这个头的弯度强调了这个手的画手，所以是美感，是你视线的美感，连贯的美感。它不是哒哒滴滴哒哒哒哒滴，这就会很难受。一定是哒，哒起走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。对，这个呼吸是往下的，看，千万不是往上抬的啊。看，抬脚的同时往下，对，一、二，头，看见了吗？完了以后，这个呼吸啊，你们别去抢节奏，就是要拖着节奏看，它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懂了吗？我背给你们做一下，七八然，哒哒哒哒哒滴，哒哒哒哒，然哒哒哒哒滴哒哒，然哒哒然。对，你们头要有感觉，懂了吗？这个没问题啊，这个节奏用合音乐，请给我放下音乐。稍微慢一点，我给他们边喊边做，慢点力气，因为蝴蝶飞得不好，不少都要飞起。起来，准备，看，一二三，飙高的旗，闪闪现，草花开放，采一朵送给我，看节奏，小的姑娘。知道你们撑不住，就是这一下别走，一走以后下一个重音，你下一个重音是用这个动作接出来，并不是摆好等的。我给你做一遍摆好等的，是很不舒服的。好，放，一二三，飙高的旗，闪闪现，草花开放，采一朵送给我。千万不要这么走，这个一定要慢下来，画清楚。哎，动，看，动，呼吸，动，它没有站直的，不要站直，呼吸，看，三，哒，蹦，画手，
画手拉平，转脚背手，倒背，转身，到这儿。完了，往下是一、二、三，对，完了四、五、蛋六、七、上、当、板、当、一，对了。